对，来把小丑收回了啊。咱们走了再看。开扫描的人有钱拿的，直接 A 就好了。这眼经验加的好多啊，一个兵的经验了。最后一把，今天看人比较多，就给你们播晚一点点。交闪屁事没有，这么多事干嘛？我带疾跑干嘛？就追着他用的，他只要压线我就能一直 A 他，还带了一个治疗，他炸了。可能打这种远程的英雄带这个疾跑很好用的，这波要是换一个点蓝的话绝对杀不了他。这螳螂要去上真勇，这小手的话点蓝疾跑闪现都可以带啊，新手带点蓝。他把 E 开掉了，他死了。他死了已经。会玩的，他知道留点这个惩戒啊。对，打小手就要留惩戒，这是唯一螳螂翻盘的希望。主要是我没点蓝在，有点蓝也可以杀的。你着什么急呢？我有这两波线，他这样要炸了呀！这维克兹应该还会压待会儿。看他聪不聪明了，他不聪明，他要来吃 F6 了。有请倒霉蛋。妈的，吓死我了。他知道这个是假的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疾跑比闪现快啊！这凯南老会卖了，快吃！我有探员手在了，兄弟，快，掩护一下他就好了。如果你想跟螳螂单挑的话，最好还是带点蓝好。带疾跑不好打他了，爹来打不过混就好了，等队友的优势就是你的优势啊。再看我两个分开跑，他就不知道追哪个了。
哪有人会被逼出大招打跑还会过来的呢？太细了，这个鳄鱼。可以秒他了，这是没死过，这个鱼越塔能力太强了。起飞，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。这有木刃的话容错率高一点，优势可以直接带疾跑买木刃，上限比较高。军事的话就买这个狂风之力，小丑的英雄其实蛮缺伤害的，顺风的话就不是很缺了。我们这把优势太大了，直接就买木刃了。那我摸一下。等一下，马上有人要过来，倒计时，五个数，三二一。倒计时，两个数。哎呦，把这 EZ， 把这孩子吓得，兵线都不让他吃，他在等着乌鸦一起结伴而行。这边没眼，小兵没打我。哈这简直不细啊，不知道用 W 打魔盒晕我，这队友也太阳光了，我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下视野，好会啊，没意到。他不来一下了，这两个人看哪个倒霉蛋会过来，感觉中路。刚才还失误了，拉下分身，想要成为玩小丑的高手，一定要学会拉分身啊！多练，掌握距离感就好了。刚好我也在啊。在想屁城，来进攻吧。这剑姬长大了，知道用 W 挡我盒子了，直接 Q 把他 W 夺了。
反倒了呀，都知道我这是假的了。投降了。这个鱼有牌子吗？鳄鱼在直播间里没有。哪个谁是鳄鱼啊？弹幕太多了，伤害最高啊！哇，这辅助区就第二这把。谁是鳄鱼啊？不知道，送个飞机看一下我就知道谁是鳄鱼了。这 ID 太多看不太出来了。那没点光的最后记得点一下吧，我们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。